俾闸前啦，李共赏最后入闸，威力名城。全部马不准备妥当第四场赛事三班千二的短途赛北京会所周年杯，好啦，一开闸的时候慢了老友记，前面快的马威先生，再见到在中间就同德福，出面加州勇将，最出还有只标志太阳内兰，第五位白衫就是这只有利共赏，中档位置威力名城，内兰红帽白衫那只就是精益求精，跟住有利共赏跑，中间还有这只维港福星，出面胜利宝石，后面三只话晒是老友记和只提款机，转紧弯前面威李先生大加州勇将第二位热门贴晒栏，第三位内栏同德福，他最主动的中间标志太阳，出面第五胜利宝石，内栏第六白衫有你共赏，中间威力名城，响尾五内栏白衫红帽精益求精，再后多少个马呢先见到大外档就是这只提款机的马，好了，最后直路魏先生占先，见到中间标志太阳冚上去，响埋边找到个位，内栏就是精益求精上，中档有你共赏，出面做个威力名城，最后百零米标志太阳透出，见到就外面追佢嘅马有威力名城，中间有利共赏，入面就是呢个精益求精，最后五十米标志太阳透出，一出即赢，跑第二名嘅马呢有呢只有利共赏，似乎机会高啲，响出面就威力名城，内栏精益求精啊，咁结果嚟香港得一个大闸就呢只标志太阳，佢好大隻嘅马，结果到线啊跑第二名，噏上噏落啊，中间有利共赏。威力名城都近嘅，入面咧仲有一只精益求精啊！五号嘅标志太阳一出即胜啊，奇宝敦啊，咁第二名都塞咗好耐啊，呢只有你共赏，咁啊终点前咯，第二三成之近啦，出面咧见到十号啊威力名城，睇嚟有机会压住只一号嗰只精益求精啊，要影相啊！奇宝敦同大魔嘅组合，一货闸咁啊已经够赢啦。不過就有你共賞，又係啦，入直路，又係左揾位，右揾位。跟住我哋睇下预计派彩先啦，跑第一名五号标志太阳，独赢派185元，位置派31元；跑第二名二号有利共赏，位置派11.5；跑第三名十号威力名城，位置派52元；连赢位二搭五派274元；三重彩五号、二号、十号顺序派9603元；单 T 派1234元；位置 Q 二搭五派57.5；五搭十派311元；二搭十派85.5。跑第四名嘅系一号嘅精益求精。大魔有一隻咧，一出即胜嘅自扣马啦，之前德胜区啦。好啦，咁啊睇翻张相，第三名啊，见到咧出个十号马威力名城喺出边啦，马第三、第四啊，精益求精啊。前快后快啊，呢一匹都。错啦。三拣一预计派彩啦，胜出组合 A 二隔夜半热门派21元。都系细佬喺澳洲做好晒过嚟嘅。奇宝敦咁啊，哇！大魔赢翻只咯喎，今季都跑好多啊，咁但系因为之前系主帅身份啦，配汤尾啦，咁啊，今次开始就拆火。
咁啊，大魔贵来嚟到22 win 嘅啫。上季就好成績嘅，奇寶敦拍咗大魔啊！四連環預計派彩，一號、二號、五號、十號派276蚊。四重彩預計派彩，五號、二號、十號、一號順序派13,929蚊。赛前试站莫雷拉士嘅，咁啊跑下奇宝敦跑。呢只放喺大摩嗰度啊，咁啊多数呢件彩衣都系苏布罗嘅马居多啦。买就摩仔已经买入咗啦，冇错啦。嗰边训练员运运过嚟。嗯。奇宝敦近日都赢翻啲马啦，红礼社啊，同埋呢一只啦。如果多翻大摩啲馬支持，又成績可能又好啲啊！季尾嘅時候，咁場肯定係馬唔夠狀態噶啦，不過就對手有啲擠擠碰碰啦，結果18倍勝出。有你共享，又一而再都係直路，都係論盡啲啊！咁啊，莫雷拉操完嗰只標誌太陽唔騎住，咁啊，俾奇普敦贏咗啦。嗱，佢嗰只同德福啊，好似失望啲入咗啦。係啊，即係個位置都跟得幾好噶。呢场杯赛嚟嘅，等下奇宝敦完榜之后咧有个颁奖啊。嗯，北京会所周年杯，诶，见翻伟大咯，冇事啦。做完替工就跌咗落嚟，咁啊冇事嘅，好好笑容添。系啦，下一场系安友啊。福榜亦都見到潘頓嚇，不過今日潘頓就爭少少啦。暫時手風唔係太順。嗯。喺澳洲贏開啊，通常翻嚟都贏；喺澳洲輸啊，翻嚟又暫時手風唔好好啊。下一場佢就大熱門噶，榮冠大道。不過你話精益求精嗰啲都大致，即係其實冇乜特別話。即係好怪責佢嘅地方啊！接咗難咁，無端望空曬騎啦。都係重磅嘅時間，三歲仔要啲時間消化啊。係咯，即係又唔係話有啲咩特別嘅問題。好，呢邊箱就準備頒獎啦。好咁啊，杯王攞個杯仔先，暫時啊。陣間嘅大賽咧都有馬上陣嘅。看看頒獎，一出即勝的這隻標誌太陽，是的，看到我們的主席葉博士頒獎了。大魔杯仔都不放過啊。嗯，奇普敦都贏翻場啊！我話大摩啊，餘下季尾賽事多啲合作咧，會唔會提升翻成績啊？好咁啊，大合照完成，睇翻個巡邏影片啦。好啊。
起步，咁我只老友记咧就起琴，我慢咗。其实嗰只有你共想出闸咧，都唔系话最爽朗嗰堆马，不过个档好啦，就亦都走翻上嚟。前边阿威先生拍住嗰只加州勇将走下啦，咁喺个第三位就同德福，出边埋紧嚟就标志太阳啦，贴栏见翻有你共想拍住威力名城啦，开边就维港福星全程走外搭咧，胜利宝石马林后边见到精益求精话晒事啦，包咗尾提款机同埋老友记。我步数都正常嘅，两段都同标准差唔多啦。咁啊，老友记又慢咗集啦，又放唔到头啊。首先都见佢斗个口嚟嘅。咁啊，威先生啊，始终填咗都麻麻地。喜德福真系跑啱晒嘅，黄金包双位，同德福嗰只。咁啊，只路点解咁快散呢？咁啊，潘顿啊，又同上次一样喎，同上场一样啊，又系压住条内栏。咁啊，但系今日顶榜啊，同埋对手又比上次强啦吓。加上步速又冇上次咁快，咁啊爆起嚟就冇咁劲。有你共想去执起个头啊，一路都唔好够位头先。呢头好窄位咁嘅落位标志太阳出边上嚟嘅。即系如果佢落位顺啲咧，都好大机会赢嘅呢场啊。嗰度搞咗好耐啊。好啦，第四场福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啦。位置 Q 二搭五派57.5，五搭十派311元，二搭十派85.5。组合独赢三拣一，胜出组合 A 二隔夜半热门派21元。四连环一号、二号、五号、十号派276元。四重彩五号、二号、十号、一号顺序派13,929元。孖宝派彩头关五号、尾关五号派2,274元，头关五号、尾关二号安慰奖派206.5。第一号孖 T 第三场第四场派243,663元。分段時間頭段23:98，第二段22:75，末段22:53，總時間1分09秒26。